吃，那肯定就不吃。我是满意，我是最牛的。这边的人都查，你以前我们交了很多钱的呢。以前为什么申请会员，就是因为一次六块钱，一次六块钱。真是，今天就说用卢斌的场地场，第二卢斌要来。没有，我们有时候偏打的都是我们那个已经好多，一开始的时候查了好多，都是我从我手里都给了他们20-30块了。为什么的？就是那个。
我说怎么老天不进去了、啊、你的因为以前就是我一个会员、啊、我不会啊不会啊小雪他这个很讨厌他又不记我这密码我这密码哇塞看着还不如用那个叫啥不要用他那个 APP 不要用 APP 坏了 APP 烂了你登录网站然后把那个照片下载下来就完了他、啊、旁边有个微信对他的我还是有个花洒你们发现了我都 save 这个吗你自己直接拿出你登录网站，我不知道你登录什么。真他妈恶心，还是不错玩意儿。小编什么必须？什么去？哎，怎么是这样的？回去总结主页，回去主页，人不包的，不是，回去主页，就第一小页，小页小页，我怎么这全部回来了？你看吧，哈哈哈哈哈，人不包的，啊，真的是包的。来，别看了。